第三人称，希望他想知道那是谁，为何总沉默寡言，人群中也算善缘，谗言的孤独难免，快乐当然有一点，不过寂寞更强烈，难过时候不流泪，流泪也不算伤悲，分得上眼叠对叠，而谁是谁？对于第三人称的角度而言，也明白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缺陷，不自觉的自然的行为，中意嘅一首歌，我覺得佢好慢啦，好平靜啦，但係我覺得佢係好可以 touch 到人，同埋好感動，同埋可以係咁聽，所以我都希望遲啲有機會出下啲普通話歌。